哦，开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我觉得我们全部都放进去好不好？汤跟豆腐什么都放进去。你要放进去了？对啊，全部都放好了，还有青菜。下雨要很久。那我们下一点，不要全下。下一个就好了。会全下，哎呦。OK。然后蛋。等一下，再让它等一下，刚加了火，再给它一点时间焖一下。不会有滚的一天的。真的，我要吃东西了，我好饿哦。煮这顿饭煮到怀疑人生。这一次跟上次跟新颖他们用那个大的那个炉子生火的感觉有的比。哦，很香哦。是吗？嗯。你们熬，你们第一天，因为它那个就是火不太大，会受热不均，然后就会焦掉，然后再重新再起一个火，然后再弄。我要来吃饭后巧克力了。好。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好像什么时候救援机能巧克力，那七十二%吗？